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艾。七月十七日消息，中美两国贸易磋商刚刚重启，特朗普就重提三千亿关税威胁。美媒同时披露了中美谈判停滞内幕，中方外交部及时对此作出回应。十六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执行之诉上诉机构报告》发表谈话。 同时，有外媒曝出中方强硬派人物、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出现在中美贸易谈判团队中。美媒对本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前景感到悲观。《华尔街日报》七月十七日报道称，据熟悉对话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政府决定如何解决北京有关放宽对华为制裁的要求之际，中美协议的进展陷入了停滞。 报道称，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底在日本会晤重启谈判之后，双方谈判至今没有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也还没有相关计划。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在何种商品能够被卖给华为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知情人士说，虽然两国官员本周将再次通话。 但是在做出承诺之前，北京将观望美国在华为问题上的行动。美商务部长罗斯七月十七日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也说，谈判不是一个十分钟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华为问题，据媒体透露，北京仍在继续施压美国取消对中国两千五百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 同时，让中国能够更加渐进地改变知识产权法以及其他规定。据悉，虽然中美谈判已经重启，但是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缩小。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习特会后，特朗普宣布停止对华加征新的关税，同时将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但是这些产品是不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 特朗普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要立即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令特朗普政府失望的是，中国至今都没有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农民在2016年的大选中给了特朗普极大的支持，而在贸易战中遭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农民。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买家。 但由于贸易战，二零一八年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大幅下降。在二零二零年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特朗普肯定希望稳住后方。特朗普七月十一日对中国表示失望，十五日又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七月十六日，特朗普重提新关税威胁，他说：“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还可以对另外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这是六月二十九日的习特会后，特朗普首次重提加征新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重提关税的前一天，美国财长努钦表示，预计本周中美会有另一次主要协调人级别的电话会议。他表示，中美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大陆媒体《中国基金报》七月十七日报道，努钦还表示，如果本周的电话讨论富有成效。 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前往北京进行谈判。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日称，美国要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会对价值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回应称，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美经贸摩擦，对经贸磋商始终抱有诚意。美方认为，目前距达成经贸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有一句话正好可以作为回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道路多漫长，只要迈开脚步，坚定向前，总能到达终点的。 希望美方能够拿出决心和毅力，同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努力，争取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经贸协议。耿爽说：“至于美方威胁要加征新的关税三千二百五十亿，我们此前已经多次表明了中方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立场，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我想说一句，如果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无异于给双方的经贸磋商设置新的障碍，只会使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路途更为漫长。在此前的一天，也就是十六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执行之诉上诉机构报告》发表谈话。商务部回应如下。 日内瓦时间七月十六日，世贸组织公布了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执行之诉上诉机构报告，裁决美方涉案十一起反补贴措施违反世贸规则。本案原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已裁定美国涉案反补贴措施违反世贸规则，要求美方纠正其违规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在执行世贸裁决过程中仍继续使用违规做法。 上诉机构的裁决再次证明，美方违反世贸规则，一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严重损害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公平公正性。中方一贯尊重多边贸易规则，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做法。中方提起执行之诉，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规则的严肃性。近年来， 美国对中国产品滥用反补贴措施，对中国产品正常对美出口构成严重阻碍。美方涉案反补贴措施已多次被世贸组织裁决违反多边规则。中方敦促美方立即采取切实行动，纠正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错误做法，为中美两国企业营造公平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G20 峰会后，特朗普称将推迟对额外中国商品加税。 以换取中国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然而，中国尚未宣布大规模采购。不仅如此，近日有外媒爆出，在中美贸易谈判团队中，中方还加入了被白宫视为强硬派的中国商务部长中山。《中国人民日报》北京时间七月十五日刊发了对中国商务部长中山的专访。在专访中，中山谈到了中美贸易战。中山强硬表态说。 美方对我挑起经贸摩擦，违反世贸组织原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加入贸易谈判团队以及他最近的发言来看，推测北京并不急着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山此前在与美方贸易代表进行电话讨论时。 强调美方应为全球经济减速、贸易冲突负起全部责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则认为，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毁掉了不少分析师与投资者期望中美能紧速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贸易战对于美国的影响显然是要大于中国，特别是美国农业方面。综合媒体七月十五日报道。 美国农业产品巨头加吉公司七月十一日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出现四年来最大的百分之六十七单季利润下滑。公司认为贸易战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加吉公司首席财务官戴维·丹斯警告，贸易战持续的时间愈长，农产品贸易流动的转变就会变得更持久，或将难以恢复。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买家。 但由于贸易战，二零一八年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大幅下降。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数据显示，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对美国出口量下降百分之十四，贸易额减少一百八十亿美元，占对美出口全年贸易额的百分之三。美国对华出口量则缩水达百分之三十八，贸易额减少二百三十亿美元。 至今，近半中国对美出口以及百分之七十美国对华出口被加征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认为，影响浮现的时间有差距，是因为中美出口商品类型有别。中国加征的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及燃料，这些都可改向其他国家购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则多为特殊产品，不易以相近低价从他国购入。 包括减压阀、电缆等工业原料。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称，中美贸易战还改变了国际贸易景观。五月份，巴西动物蛋白质协会接到沙特使馆电话，称沙特担心巴西大幅增加对华食品出口，会间接导致巴西对沙特的食品出口大减。贸易战开打后，中国舍弃美国农产品，改从巴西进货。 分析指出，贸易战留给世界经济的创伤将是长期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评估，关税战让美国大豆行业丧失了发展的机会，直到二零二七年前，美国大豆出口都不可能恢复到中国对美大豆加征关税前的水平。历史上的贸易战也几乎都没有什么明确的胜利者。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会。